我愿化作望断天涯，那一方青石。要是能再看到一两条阴线就好。公主在这做什么？我自然是在外面把守了。既然要把守，又为何要偷看呢？离我远点，老娘烦着呢。你怎么了？檀儿，檀儿，程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程程，我真的好想你。程程，程程怎么又不认识我了？哎呦，公主无碍吧？公主无事，这边请。